学长，初夏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难道是你又把沈总的衣服弄坏了？那我哪还敢再来这儿啊？其实我是过来面试的。面试？嗯。那你的意思是你前段时间没有在上班吗？失业好一段时间了。初夏，你这就过分了。这种事情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我们都是打工的，怎么好再麻烦泰迪学长为我操心呢？泰迪学长，你为什么也来这儿啊？我们网站和沈氏集团有合作，刚谈完。你快进去吧，面试迟到可是大忌啊。你也赶紧回去工作吧，小心被老板骂。进来。总裁，这是您要的资料。想什么呢？说吧。我刚才好像看见孟初夏了，就在我们的集团大楼里。是吗？总裁，难道真的是他？他可是进了我们人力部门了。嗯，正好跟你说一声，他的面试结果，你不许干涉。面试？您要让他来沈氏上班吗？我只是给他一个尝试的机会而已。Why？ 因为孟初夏是何小姐的好朋友。还顺利吗？泰迪学长，现在还没下班呢，你不用回去吗？我平时工作够忙的了，偶尔翘班半天，没人敢说什么。你呢？结果如何？说是回去等通知，这种大公司都不太好进。嗯，哼，来。学长，你不应该在这儿坐车吧？送你回去。不用了，我们两家住的方向不一样啊。大学的时候，咱们两个人不还是一起坐公交车跑来跑去的？今天我想怀怀旧，找找青春的感觉。怎么，孟小姐不允许？前几天你不还是为了自己的功劳沾沾自喜的吗？学长，当心越长越觉得自己老了。真的假的？小胖现在成健美先生了？想不到吧？同学聚会的时候，大家都笑疯了。以前拒绝过他的女同学，现在个个同心聚首。哎呦，时间是把杀猪刀，他也是一把整形刀。记得那个时候啊，他还常常跑到我的寝室去，非要认我当大哥，送我礼物。哎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都已经传开了嘛。礼物就是他最喜欢那个鸡腿。对。哎呀，现在想想，当时你在学校多风生水起啊，连男生都视你为偶像，更别提那些女生了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毕业这几年，有多少女生给我打电话，打听你现在的消息啊？都是过去的事情了。你看我现在，不也就是个普通。
学长，你猜刚才那位大姐在心里面已经杀了我多少遍了？不管杀你多少遍，我都会在你身边的。你今天可是立了大功啊，赶快想想让我怎么报答你。太客气了吧，这是熟悉你病情的老朋友应该做的事情。表情这么奇怪，吃了还叫半边了。王小佩啊，睡了，这么急着把我叫来干嘛呀？干嘛？应该是有人出了什么事儿，没有向组织汇报吧？这，那组织请给提个醒呗。太极学长，今天专门把人家送回来，人家好开心的送。这也能被你们看见？看来你是不想让我们看见了。哎，可惜偏偏天公不作美，我今天提前下班回到家，被我逮个正着吧？真不是你们想的呀！今天我跟学长一起坐车回来，在车上有个大姐对学长，有个大姐看上了太极学长，然后你帮着挡，对吗？没错，真没创意。你还不如说你跟太极学长的胳膊刚好被强力胶粘到一块了，难舍难分。哎呦，不是，真不是呢。别解释了，就让我好好享受一下这百年不遇的一刻吧。我们三个姐妹终于都找到很好的男人了。我呢，有，现在初夏也有了太极学长。那菲菲你呢？不会吧，敌人这么快又出现了？看来有人是真的需要向组织汇报一下了啊。你好。你好，我是丁飞，我约好了今天下午3点和你们周总见面。周总找我。我没想到周总你这么年轻。你好，我是丁飞。你好，丁飞。对啊，我是 MT 公司的销售副总监，我们俩约好了今天见面的。弄错了，你找的应该是我们大周总，我呢是设计部的总监，也姓周。我叫周曼。我叫丁飞。刚才说过了。不好意思，我记性不太好。周总，那咱们就下次签约再见。太做作了，他们公司大周总不是有你电话吗？让他直接去问不就得呗？怪不得你追不到女孩呢，那叫浪漫。我呸，还浪漫呢，慢点去了还差不多。亲爱的，你怎么会在？你刚在电话里不是睡了吗？我感觉到你在想我，所以就来。可是。我没告诉你我在哪。你说要去朋友家的小店坐坐，我查了你的微博，经常来的应该就这里。兄弟啊，我看你脸色不太好，要不这样吧，
我给你烤两串大腰子，给你补一补。初夏，今天面试怎么样？应该还行吧。不过听说沈氏最近是集中招聘，要等到所有人都面试结束之后才会一起电话通知呢。啊，奶奶，谢谢你。你又来了。不过说实话，我也不敢保证结果会是怎样的。你的事我的事都一样。沈安他挺难琢磨的。若楠，他一定会感受到你的好的。其实有些事情，无论成功与否，都是要去做的。我反而不烦心。刚才那么多人，你是不好意思说吧？现在只有我了。你和泰迪学长进展得怎么样？哎呦，二红他看到的真不是事实。如果我找到了男朋友，我一定第一时间通知全世界的人。免得你们天天过来烦我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你现在和泰迪学长还只是普通朋友吗？以后也会一直是朋友的。推广项目刚刚启动就很有效果，沈氏算是借了你的东风啊。永泰的餐厅的咖啡和餐饮这么能有品质，在业内肯定是独树一帜，我们能做的也只是锦上添花。新口味的咖啡正在研发，进市场时还需要你来帮我。这是没问题，但是我听说你们的茶饮料，据我所知，据你所知，沈氏的茶饮料投入广，影响小，在市场上备受冷落，想问我为什么不挽救？要知道，盲目跟风、忽略特色，势必要付出代价。某些人做出的错误决定，不该让别人替他买单。而且，味道质量是食品的生命，我没那个能力去拯救本身就平庸的产品。喂，丁小姐。泰迪学长吗？今天下午呀，我们大家准备一起去唱 K， 你也一块来吧。初夏会去吗？当然了，梦想今天去上周末辅导班，初夏难得有空。啊，那好，那你把确切的地点和时间发给我。啊，好好好，我一会儿就给你发过去啊。哎，拜拜。搞定。那如果初夏他不愿意来怎么办呢？那就让二鹏把他给绑了。哎，这个莫初夏，竟然说出来两个人以后一直是朋友这种话，真是急死我了。指望着他和泰迪学长能够自由发展，简直太冒险了。现在该是我丁媒婆出手的时候了。还跟那个孟初夏有联系啊？何止是联系啊，还经常见面呢。你知道的，我在国内啊也没什么。对了，前几天他去沈氏面试，我们还碰到。哎，说实话，我心里倒是有时候觉得，他是没有通过你们沈氏的面试就好。这样你就能安排他进自己公司？都是老朋友嘛，帮起忙来也比较方便。哎，不要因为我的任何想法影响了你们沈氏的决定。初夏这个人呢，表面上看起来脾气很好，其实骨子里很倔，他可不愿意接受我的帮助。看起来你很了解他，不过有时候人们见到许多年前的故人，经常会被一些惊人的改变吓到。所以你对一个人的了解是有时间期限的。就拿这位孟小姐来说，可能你熟悉的只是大学时代的她而已。是啊，初夏现在越来越难以猜透她在想些什么。不过没关系，就当是重新认识一次。
谁让这家伙从来也没跟我说过他是你的事。要是我早知道的话，就叫他一起来。他一定不喜欢来这样的场合，而且他工作那么忙，我要想找他吃个饭还得预约呢。各位不好意思，我又是国王。那赶快出题吧。三号和四号，两个人热情地拥抱在一起，要求肩部、胸部还有肚皮紧紧地贴在一起，好不好？怎么又是我？那谁是三号？谁是三号？我。学长，我们俩都连中五把了。狒狒。外部的环境呢，可以通过努力来改变，但是人格的高贵是最难得的。嗯。哦。那第三个问题，除了上述条件以外，如果这个姑娘还带着一个正要步入青春期的儿子，你觉得你能接受吗？嗯。没问题啊，那至少证明了她很独立，很坚强。喝酒吧，大家。陈叔叔的日程改了，明天就要回瑞士，他希望今晚就跟你碰面。怎么这么突然？哎呀，就算让你马上飞瑞士，你也得去啊。哎，他对你们网站未来的发展有多重要，你并不清楚。这件事情，还要感谢你帮我介绍了。哼，客气话以后再说。我已经带着你的车和助理在路上了，我们在哪儿碰面？那我们就在楼下吧。好，一会儿见。
团购券为什么不能用啊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跟那个团购网站的合作已经停止了。可是如果你停止了，干嘛还在网上卖这个团购券呢？那您得去问网站，但我们在门口已经有告示，相信几位进来的时候应该可以看得到。一群人说着话往里走，谁会看见你们的告示呀？菲菲，算了吧，我来接。若楠，你怎么也这样，学着初夏满口算了算了的。我告诉你，这件事情我一定要跟他们理论清楚。菲菲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有点事情要马上走。单呢，就我来买吧。就当是预祝初夏求职成功，我等会跟你出去刷卡。学长，这样不合适，要不我们还是 AA 吧？对啊，对啊，特别学长 ，A 是 AA 制吧？你们就听我的吧，电话联系啊，拜拜。又要办上了，难道想让人觉得你对这次会面不重视吗？赶紧换衣服吧，我的灰姑娘。哎，就这几天闹的。您好，这是你们要的发票。还有就是那个关于团购券的事，我们非常的抱歉，所以呢，经理呢特意送给各位一份甜点礼盒。谢谢。哦，二宝，给我。泰迪市长应该还没走远，他一上班族也挺不容易的，匆匆忙忙替我们买这么大一单，我把这给他送过去，当早餐可以当好几天呢。好，快去吧。哎，我先去啊，在楼下等你们啊。哦，快点啊。走啊，菲菲，走了，干嘛呢？对啊，上网查点东西。查什么？知道吗？泰迪学长可不是一般的小职员哦。他刚刚结账的时候递出去那张卡，我可是见过的 ，VIP 钻石卡。你知道那代表多少的资金数字吗？我越想就越不对，所以我就上网一查。你猜怎么着？他确实是在台积网工作，不过他的职位是 CEO， 标准的科技新贵哦。你跟泰迪并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的情况我已经了解到了一些，确实是迫切需要找到一个男人来依靠。但我希望泰迪不要成为你的目标。记住我的话，如果你一旦做不到，我就会毫不留情地戳穿你。沈总，尽管你对我有很多误会，可是我并不想解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只要一解释，就好像我真的想要跟泰迪学长怎么样似的。对你来说，这也许就是一条马路，可是对我来说，这就是一条隐形的线，把世界分成两个部分，线的那一边，每个人都过着正常的、金光闪闪的生活。他们会谈恋爱，会拥有一份甜蜜的爱情。可是现在这一边，就只有我一个人，只有努力生活和照顾好梦想这两件事情而已。爱情对我来说远得要命，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把任何一个人当成什么目标，因为我知道这中间的距离有多遥远。不过泰迪学长是一个很好的人，
我愿意跟他做朋友，也不会因为某些人说了些什么话而放弃这段友情。沈总应该听明白了吧？我也在这一边。什么？希望你今天的话不是在骗我。